我创一个工会了哦，来这样讲《黑夜传说》的一个史嘉丽的装扮。那我其实有点想不到啊，因为他周期已经开始出，已经开始收时装了，嗨。好，那这边更新的宿命对决。我靠！我靠！所以开放 PVP。欸，那我觉得可以讲欸。好了好了，结束结束结束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干嘛？一样先拉厨房，这边得去使用。我靠，缺这么大。但是原来可以快速使用，这些都是之前存的。真的假的？我靠！所以是谁？所以我们是缺木材吗？可以的吧？爽欸 太爽了！我小心把战斗给 up 欸。超爽手游，其实我最近在研究说怎么把我们的角色先拉上去。因为目前也仅可以练这一只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可以探索吗？1至24挑战部分获取。在哪里？1至24。哪有？所以我们早就可以那个了。1至24。可是我怎么知道1至24是哪一关啊？啊，是这个啦，因为他说精英副本啊。对对对，聪明。啊 我没有卷子哎。妹的啊，我不就要一直挂机？还真的哦。我问你，好吧。